上面跟大家讲后旋替换，打开材料系统，找到一个款式的纸样，打开男性页，有些排列可以当码排的，我现在一个码排一双啊，排最大这个码排三件，可以用手动或者自动排啊，这一套呢就是加大码的卖价另传，可以用那个码数来进行命名，现在就是加大码排了三套，然后保存。我现在排下一个码，后旋替换，下一个码是不需要排的，只要你件数相同就可以了。点这里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改成大码，点确定。刚才这个加大码的样片全部换了大码的样片，再保存，把加大写成大，三套保存。排其他的码其实也是一样啊，进行后旋替换啊，一个换了一个就可以了，从大换到小，然后呢确定啊，要把大码的样片呢换成中码的样片，尤其是在那个排市场卖价的时候呢，因为市场卖价呢要讲求这些样片的那些位置啊，这样排呢是比较理想的，虽然排出来呢样片呢是变小了，空位变多了，可以整理一下呢，这个卖价很快就可以使用，这个就是。